大家好，我是 Daring 5A009 啊。咁今次咧見到我轉咗個新場景，但係仍然都係拍 BS 嘅片，冇錯。咁今次見到咁嘅場景，就知道我要同大家開封啲咩啦，冇錯。就係要介紹一下我呢兩副 deck， 同埋今次轉咗個新場景嘅，俾大家睇睇先。唔到，冇錯。不過影唔到啊，算啦，係啦。咁今次喺大範拍，因為就嘆緊冷氣嘅，冇錯。咁咧，而家就介紹下雲色 deck 先啦，呢副放喺入邊，喺度先，冇錯。咦 ，Walker 糖唔係一個 Walker 糖個盒，係我嚟裝 core 嘅，係嚟裝 core 啦。等一等就有一粒噶啦，只不過咧，我呢一個都其實就唔係攬到咧。一個其實就唔係真係用嚟裝 core， 咁我嚟頂一頂住當先啦。因為咧，我另外呢一個大天使伊西拉菲嘅 core 盒已經裝唔到啦，冇錯，爆曬啦已經，冇錯。咁咧，實裝到呢個，呢個又可以開又可以閂埋啦，幾實用嘅。同埋咧，你覺得咁樣即係你倒出嚟嗰陣時候係勁難拎嘅話咧，咁你可以打開個蓋，拎兩號，咁我都 OK 嘅。冇錯啦，所以就變咗用 Walker 糖個盒，冇錯啦。我咪一二面先啦。咁而家介紹咗雲色碟先啦，冇錯。咁呢副雲色碟就更改咗好多嘢啦。咁咧就少咗啲 X 卡嘅，因為咧我費事入翻版卡住，冇錯。我唔想入翻版啲 X 啦，冇錯。咁其實我唔想入翻版 X 同埋閃嘅，所以咧就攞走咗啲翻版 X 同埋閃噶啦。咁而家就俾大家睇下啦。今次啲做滿入翻啲新嗰啲正版嘅閃同埋 X 落去嘅。好，分別有啤啤熊，唔知乜鬼；真女企鵝，唔知乜鬼；唔係潤潮啊，唔知乜鬼；天使有神速嘅 ，Cupid 龍、金狼角、燈塔哥雷姆兩張，攻擊兵一張，奧林匹亞之天使阿拉特魯兩張。唔知乜鬼一張，毛魔一張，海獸一張，戰車王一張，好，妖石兩張，鼠冰龍一張，鯊魚一張，咁、這個雙剑飛騎唔知乜鬼一張，海帝一張，好啦，而家到 brave 啦，分別有唔知乜鬼同埋唔知乜鬼，好，動地卡，光之聖劍，冇事，同埋海之主制度到 magic， 有豬仔。唔知乜鬼魔力先鐘，唔知乜鬼推魔雪刀閣兩張，唔知乜鬼，冇錯。咁見到拎咗曬啲閃卡同埋 X 卡噶啦，冇錯。咁因為就唔想入翻版啦，乜都講咗噶啦，冇錯。今日咧就睇完呢副粉色 deck 啦，都紅 deck， 冇錯。咁隔離又見到一副紅白 deck。如果你有看到上兩段片的話，都知道我是介紹了的了。我拿回出來先，然後我們隔著啲卡的就不是邊時啦，是用爆旋陀螺的，沒錯。看到先，因為應該都幾靚嘅，睇到睇唔到添，算啦。得啦啦。分別有硬骨龍，咁個唔知乜鬼一張，角龍獸兩張，唔知乜鬼蜥蜴一張，黃獸一張，唔知乜鬼星有星座嘅兩張，呢一張係我第一張混咗白色嘅卡，就係呢張空與星雲系統嘅有裝甲，咪有重裝甲嘅白色嘅，冇錯，角龍人啦。有激突的吸血鬼卡馬帕烏龜兩張，鸚鵡一張，這個不知道什麼一張，副 deck， 這一張卡是我唯一一張是一副 deck， 是有17代的卡，等一張不知道什麼，有激突的啦，不知道什麼人馬座飛龍，地龍兩張，天頂龍騎士三張，
雷帝一張、巨龍城一張、炮龍兩張，唔知乜鬼一張、特基龍一張、星之祭塔。星之祭塔嗱，你見到個色差係有啲分別，呢一張係深色啲，呢張係淺色啲。咁咧一張日版，一張港版，你睇下啦。港版嚟嘅，日版嚟嘅，都有分別嘅，冇錯。所以就希望大家唔好原諒我又入翻版卡，不過咧副碟都有少少翻版嘅，咁就希望大家原諒啦。兩張，遙望天下的絕景門一張，我都 magic。蒲先都講過㗎啦，有豬仔，破壞 nexus 嘅。好，導閃卡，太陽輪齊格阿波羅龍兩張。劍龍王一張，到 Nexus， 呢張就係我第二張，即係最尾嗰張，係混入咗我副紅碟嘅卡，就係、是、戰神月女閃嘅，唔知大家見唔見到？錯，就翻嚟嘅，就翻版嘅，錯，有戰神月女。因為佢嘅效果勁屈機嘅，咁講下效果啦，算啦，都唔使點樣多講嘢啦。咁講下最屈機嘅效果啦，就係 level 二 ，cost 數為23571嘅 spirit， 即係指對手咧係唔可以進行攻擊嘅，冇錯。爆炎之霸王翻版，獅龍王獅子敲賽線嘅，冇錯啦。其實我副紅碟咧就係咁多嘅啫，冇錯，就係咁多嘅啫。咁咧一副就係一副紅碟，冇錯。咁紅白碟上次都介紹過啦，即係上兩段片都介紹過，就唔使點多介紹多次啦，因為冇跟改到啊嘛，咁啲嘢更改咗嘅，冇錯啦。得啦。都差不多不夠位裝的了，所以就要買卡盒了。其實呢還想介紹多一次，你塊東西真的挺漂亮，有 4D 的啦。雖然這塊東西不是真的用來加著啲卡，而是八達通圖來的，但不是卡圖，我試試入一張卡去看看是卡圖，因為我都沒試過的，應該是這樣抽的，這樣抽卡入不到下去添，等等啊，哎都可以的，這樣啦，這個就不是真的卡套來的，沒錯。所以希望大家呢就不要見怪啦。我其實這個都間中會用來當卡套用的啦，咁就冇錯啦。今日咧就講嘅嘢就完咗啦。咁咧就希望大家會 like 我同 subscribe 我，記得係我31號嗰段片啦。好啦，拜拜。